稍微做一点小抗议的一件事情。到了第四节，事实上前面的四场交手呢，本来有再给 Q Lopez 杰克的卡位，但是对方的战前防守被 Jaren Young 给拨掉。好，现在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个部署，结果发生了失误，球还在地板上，超过了37分钟，在联盟排第三。是，那这对于一个右半边要送进去啊，对方早就知道了。林俊杰走步啊，跳起来传球绝对是最危险的传球方式啊。我们看这一球，这样这一节他的三分线出手是不是也没有太多啊？四分差的比赛 ，Devon Reed 要塞给 Jack 有点危险。时间还有，哦，这个 Jaren Young 的防守又再度奏效啊！他来到台湾之后，三分的手感一直没有找到。哇！在地板上 ，Jumbo， 哇！哇！